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试乘了英伦的凯旋摩托车跟日本川崎的复古摩托车 W650， 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车主来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辆车子的原因。那其实呢这两位车主是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的同事，我已经离开台湾十几年了，不过我们三个人还是一样很喜欢摩托车，我自己也是感到蛮欣慰的啦。那对于能够持续玩摩托车也是需要一种动力跟家人的支持，那么请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十几年玩车的感想，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车子来当做他们的爱车。那首先我们让B Man 先生来让他分享一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的爱车是 Kawasaki 的 W650，那这台车是在2007年的时候购入的。会选择这台车是因为其实算是有点妥协啦，因为我本身其实比较喜欢古董车，然后我比较喜欢纯机械，然后比较少新科技的车子，那纯机械的东西比较不会有故障的问题，那维修上也比较有方便，它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很不幸的，因为台湾以前的政策，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能够进口大型的摩托车，所以台湾在这一块应该几乎是比较地下经济啊，都是没有牌的车辆，那也都是比较有经济能力的人才有办法玩得起。所以从很早的时候我就是有锁定 W60， 大概在1999年吧，刚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台车。那不过那个时候台湾也还没有开放进口摩托车，所以等到2002年开放之后，其实有少量的进口的10台左右。那不过那个时候呢刚好错过，那个时候刚好买了雅马哈 FZ6， 所以手头上没有办法再购入另外一台，所以错过了，非常非常的心痛。之后呢虽然一直有听到要在进口的消息风声，不过也都没有看到车进来。那不过2004年的时候，进口商就是水货商有再进了10台进来，那个时候就马上把手头上所有的钱都拿去付头期款，买了 W60 回来。那事后证明呢，好险有买，因为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绝版。那之后呢就没有这种型的车。之后的后继车种 W800 是喷射化的车种，那这个车型其实搭配上喷射的那个油门本体的外观，其实看起来我是本人是觉得有点不搭啦。那虽然说它是有一些装饰或想办法遮盖住那个东西，不过毕竟还是车主自己心里会知道。那我如果就算买了 W800 的话，可能也不会满意。对，那所以呢这台车就一直跟着我到现在，到现在已经13年左右了。那其实骑乘它机会不多，因为毕竟台湾的道路环境，对，要你说要停车啊什么的其实没有那么方便。不过呢就是本身拥有它也是一种乐趣。其实我本人一直认为说骑摩托车的乐趣并不只是只在于骑乘它，那还包括了拥有它跟去维修保养它都是非常有乐趣的。那当然这个是每个人的骑车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喜欢骑，有的人是喜欢修，那我的话应该是都有一点啦，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拥有它跟维修它的时间比较多，骑乘的时候比较少，所以之后也是有买其他的比较耐得住天候的车种来当做骑乘用。那毕竟复古车它不只是外形复古，其实它的性能某个方面上也算是复古，那像包括它的轮胎的设定啊，还有引擎的设定，都不像现代车这么的灵活或者是大马力，但是它有一种不可取代的感觉在，就是化油器灵敏的反应，然后你可以不用担心电子零件就是在未来是不是有维修的需要。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呢，这台车也慢慢有它自己的感觉。我的意思是说
它看起来不只是复古车而已，它的确已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那在市场上看起来它的确是一台老车。大概就是这样子。W650 是一台非常特别的车，因为它没有使用内链来驱动凸轮轴，它是使用传动轴来驱动凸轮轴，所以在引擎的右侧会有一个凸轮一个驱动轴外露在引擎之外，那算是它外观比较跟其他的四行程引擎比较不同的地方。那另外它是气能引擎，然后还保留了采发的功能，那有时候说快要没有电的时候，那你还有一个备用的发动手段可以使用，否则的话你如果要推动200公斤的车来发动，那的确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情况最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希望对这个车有兴趣的人可以借由这样子了解的更多，谢谢。非常感谢 B-Man 的分享。那相信在这个可能也就是20年左右的摩托车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环保的原因造成了许多我们过去曾认为它是非常经典非常稀有的车种都消失在市场上，所以那个时候你也就是有抓到那个一个缘，算是一个缘分，对，然后有买到这个车子，其实真的也是非常难得。那不过好在就是最近这可能5-6年开始有一些新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始重新怎么说呢，流行这个复古的潮流。但是复古的潮流就是由以前经典的一些 idea 加上现代的技术，也就造成了今天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今天会有这一台会购入这一台凯旋，其实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啦，因为其实从最早开始台湾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开始，那时候毕竟年纪比较轻，那一直都会向往的要骑日系车，一定是要四缸引擎，因为毕竟听起来声音就是好听嘛，然后马力也大，然后加速快又平顺。那其实碍于就是说自己环境的因素，迟迟一直没有购入自己喜欢的重机。那其实一直到这一两年，比较有这个时间和环境的允许可以去购入的时候，可是无奈自己年纪也大了，那就反而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复古的车款。可是相对复古的车款，那也在照顾和维修保养上，可能对我这种比较没有时间的人来说，可能会相对的比较麻烦。那也刚好现在这几年就是有复古的风潮，那又结合了现在比较会带入一些比较电子化的设备，那在保养维修上也比较的简单，也比较轻松去维护这台车子，所以就考虑了，也是看了市场上的一些车子啊。那相对于凯旋来说，感觉它毕竟就是很经典，它从 T100 开始有那个 Bonneville 的引擎，然后结合现在比较都会比较街头的一个车款，那所以我才会选择就是今天这一台那个 Street Trip 那个Street Twin 的 Street Twin。那其实这台车我觉得它在一般的骑乘上其实就是很轻松，然后可以让你骑着去买菜去采买都 OK。 那在山路上，如果说跑比较长途的，比如说我们骑去花东，然后是环岛，那也都可以很轻松的骑乘。那再来就是说，我的下一台车子好了，下一台车子我可能还是一样会考虑就是凯旋的车款，那可能会朝多功能车，那或是说它目前的三缸车系，比如说 Street 的 Triple 啊。RS 款，或是说它的 Tiger 之类的，那
希望我能够接下来再跟各位分享说我的下一部车子。谢谢。谢谢炫的分享。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是比较早期就在玩车，有在注意这个车界的话，应该也可以发现，就是说最近整个市场潮流呢，不再只是当初那种追求速度、马力、操控性就是绝对，而是注重于摩托车本质的一种追求的意味。也就是说，当我们跨上去骑乘这台车的时候，我们不用考虑到真的速度是多少，但是可以享受自由轻松的吹风，然后呢没有给你太多的压力，所以你可以跟这个摩托车呢能够轻松的度过骑车的时光。我想这也是最近不论是复古车或者是甚至是多功能车，甚至运动车款，当然除了赛道竞技用的车款之外呢，这些比较属于一般骑士骑乘的车种，可能都是朝向更接近贴近我们人心灵内部的 design concept， 就是设计理念，尽量去达到。只可惜就是说，在于一些环保还有这个制造成本的一些制约上，它没有办法达到过去的那种有一些辉煌的部分。那好在就是说，早期是这个欧洲车厂先来开始做这些事，现在日本车厂也会开始尝试去做这些事情。那希望就是说，从今开始要踏入就是摩托车文化这一群年轻朋友们，能够真的找到你心中的那个伯乐，那不要就是限制自己的思想，多去试骑各种不同的车子，多去接触不同领域的文化，不论是速克达或是挡车、耐力车或者是所谓的这种电动车、其实各个摩托车两轮车种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存在。那希望就是说，但我这个频道能够介绍的是有限的，也希望就是各位朋友在观看我的频道的时候呢，能够找到自己对于骑车当初的那一份热情。好，那我也会跟这两位朋友会一直骑摩托车下去的，希望你们也是。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